我拿着这么多青菜拍视频，啊，现在说一个很无聊的事给大家笑一笑啊，就是逗大家开心一下。今天因为我的语言表达的问题呀，又闹了一个大笑话。我想一想，很想笑，这个笑话特别的有意思。今天不是一直在下雨嘛？大概在11点左右的时候呢，刚好一个熟人呐。很熟，在门口经过，他说："吃饱了吗？"我说："还没有嘞。"他说："需要我帮你带一点鸡饭吗？还有还是或者是其他的？"啊，我说："那也可以吧，我不客气了，你帮我带鸡饭吧，加那个豆腐。"他说："可以可以。"后来呢，我就突然间想着，哎，我又用那个哇塞。因为我知道他华文不好嘛，我就用英文发的。我说："麻烦你再给我带一点青菜。"我说的青菜其实是那种杂菜饭店里的那个青菜呀、啊，大概是1块5到2块钱，1块5、1块钱一份的那种素菜嘛。半个多小时这样子，他拿了4把青菜给我愣住了，我当时就已经忍得笑得不行了。我说："啊，你怎么给我买这么多青菜？哎呀，他说我就还奇怪嘞，为什么你要我给你买青菜？”我说是这样的，我说的带青菜就是这个杂菜饭那些炒好的青菜吗？可能就是1块或1块5一份，你帮我买一点这样子的。他说："哈哈，他说这个不应该叫带，这个应该是加。"你要是跟我说帮我加一下青菜，我就知道，你是需要那些青菜。我现在想一想还搞笑啊！我说这个同样说华语的这种语言表达差距那么大吗？啊，带青菜，他给我买了几把青菜。如果是加青菜，那他就知道是在我的饭里要加上一点熟的青菜。所以我是在这里跟生活在新加坡的朋友们讲啊，其实真的，你要是跟新加坡本地的人交流啊，真的可能真的要慢慢的去理解这些字啊。你看我就是因为一个带。一个家，这两个不同啊，就闹到了这么大的笑话，搞得我这个礼拜都要吃青菜了，我觉得。和谁讲？我来人间一趟，奔向光芒万丈，谁知世人模样，只为随机量。随夕阳，却被斩翻天堂。我来人间一趟，也曾年少轻狂，怎奈世事无常，终难如愿以偿。我来人间一趟，受尽世态炎凉，回顾前尘过往，徒留满腹惆怅。
惆怅。我来人间一趟，本想光芒万丈，谁知世人模样，只为随机量。我来人间一趟，历经风雨沧桑，无意打碎夕阳，却被圈翻天堂。我来人间少轻狂，怎奈世事无常，终难如愿以偿。我来人间一趟，收集世态炎凉，回顾前尘过往，徒留满腹惆怅。回顾前尘过往，徒留满腹惆怅。恩恩怨怨，这人生的道场，来来回回为名利而奔忙，多多少少怀念最初的模样，无奈人生有太多的荒唐，纷纷扰扰这人生的道场，为情字而思量，停停走走，追忆美好的时光，无奈岁月染白发苍苍。在这人生的道场，看清世间的悲凉，一副冠冕堂皇，装人模狗样。在这人生的道场，谁不想风风光光，却有人只能在回忆里迷茫。Wait.